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性情密语》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第一章《星空下的情话，心灵共鸣》；二、a，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像音乐，悦耳动听；三、b，那我以后天天唱给你听，让你心情愉悦。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章《星空下的情话，心灵共鸣》。在第一章《星空下的情话，心灵共鸣》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浪漫而又深刻的主题，在浩瀚的星空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是如何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想象一下，夜空中繁星点点，仿佛在为每一对恋人编织着属于他们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来聊聊星空的魅力。古人常常仰望星空，试图从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比如，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星星是神灵的象征，能够引导人们的命运。而在中国古代， 星空则被视为天人合一的象征，诗人们常常借助星辰来表达对爱情的向往与思考。有趣的是，星空下的情话不仅仅是浪漫的表达，它们也常常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比如，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写道：“但愿我能像那星星一样，永远在你心中闪烁。”这句话不仅表达了对爱的渴望，也反映了人类对永恒的追求。可见，星空不仅是情感的背景，更是心灵共鸣的媒介。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在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决定在户外露营。男孩为了给女孩制造惊喜，提前准备了一些浪漫的情话。然而，当他在星空下准备表白时，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出来。结果，他一时兴起，竟然开始用星座来比喻他们的爱情。亲爱的，你就像天蝎座，神秘而迷人，而我则是白羊座，冲动而热情。女孩听了，忍不住笑了出来，心想，这家伙真是个天文爱好者，但我更喜欢他直接说我爱你。最终。 他们在星空下的笑声中找到了彼此的心灵共鸣，所以星空下的情话不仅仅是浪漫的表达，更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碰撞与共鸣。无论是古代的诗人还是现代的情侣，星空始终是我们情感交流的永恒舞台。希望大家在仰望星空时，不仅能感受到浪漫的氛围，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共鸣。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哎，你知道吗？ 你的声音像音乐，悦耳动听。当然可以。这句话，你的声音像音乐，悦耳动听，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赞美，它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心理学意义。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声音的美感与音乐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音乐本身就是一种通过声音传达情感的艺术形式，而人类的声音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然音乐。当我们说某人的声音像音乐时，实际上是在强调他们的语调。 节奏和情感表达，这就像是说他们的声音有一种旋律感，能够引起听者的共鸣。接下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声音的悦耳程度与我们的情感反应密切相关。研究表明，悦耳的声音可以激活大脑中的奖赏系统，释放多巴胺，让人感到愉悦。想象一下，当你听到一个人说话时，声音如同天籁之音，仿佛在耳边轻轻吟唱，这种感觉无疑会让人心情愉悦，甚至可能让你对这个人产生好感。再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声音的美感在古代文化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提到，声音的和谐与宇宙的和谐是相通的。他认为音乐能够引导人们的灵魂，帮助他们达到更高的境界。可以想象，如果柏拉图在现代，他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像音乐，悦耳动听，简直是灵魂的共鸣。最后来点幽默的，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咖啡店里听到一个人说这句话，可能会引发一场声音比赛，大家开始互相比较。 谁的声音更像音乐？最后可能演变成一场即兴的卡拉 OK 大赛，结果是咖啡店的顾客们都被迫成为评委，最后的赢家是那位点了无糖低脂拿铁的人，因为他的声音低脂又无糖，听起来特别清新。总之，你的声音像音乐，悦耳动听，不仅是一个赞美，更是对声音美感的深刻理解。无论是从语言、心理还是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句话都充满了智慧和趣味。希望下次你听到这句话时，能带着微笑，感受到声音的魅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那我以后天天唱给你听，让你心情愉悦。哈哈，这句话真是充满了甜蜜的承诺。想象一下，某人对另一半说，那我以后天天唱给你听，让你心情愉悦，这不仅是爱的表达，还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句话的背后意义，并且加点幽默的调味料。首先，唱歌是一种古老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从古埃及的法老到现代的流行歌手，音乐一直是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希腊的诗人赫马甚至用音乐来讲述英雄的故事，这告诉我们，音乐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传递情感和故事。然而，当我们听到天天唱这个承诺时，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个画面：想象一下，早上起床，伴随着阳光的第一缕光线，伴侣在厨房里唱着“早安，阳光”，而你则在一旁打着哈欠，心里想着这是爱的表达还是折磨。这种情况下，或许你会开始怀念那些安静的早晨。再者，天天唱歌的承诺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战，比如。 假如你的伴侣唱的像是猫在打架，那么心情愉悦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这时候你可能会想，我宁愿听一小时的交通广播，也不想再听这首歌了。所以选择合适的曲目和唱腔，对于维持这份承诺至关重要。不过音乐的力量是无穷的，研究显示音乐可以减轻压力、提升情绪，甚至增强免疫系统。这意味着若你的伴侣真的能够每天唱歌，或许你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健康和快乐。当然，这也取决于他们的音乐品味。 如果他们每天都在唱小星星，那么你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智。最后，这句话的幽默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对爱情的承诺，也是对生活的调侃。生活中有太多的压力和烦恼，能够用音乐来化解，无疑是一种智慧的选择。或许我们都应该学会在生活中找到那些小小的快乐，哪怕是每天听伴侣唱歌，哪怕有时候那歌声像是猫咪的合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是唱歌的那一方，还是听歌的那一方，记得保持幽默感，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音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哎，你就是我的小歌手，声音如天籁，哈哈，这句话你就是我的小歌手，声音如天籁，听起来就像是某位情诗人的情书开头，充满了浪漫的色彩。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句话的背后意义，并且加点幽默的调味料。首先，这句话中的小歌手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许多事情，或许是那位在咖啡馆里轻声吟唱的少女，或是你家里那只总是跟着你唱歌的猫咪，无论是哪一种。 这里的小歌手都代表着一种纯真和美好，像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再来，声音如天籁这个比喻可真是高级。天籁之音，通常指的是那种让人心灵震撼的美妙声音。想象一下，当你在山顶上听到清脆的溪水声，或是晨曦中鸟儿的啾啾，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音乐。那么，这位小歌手的声音，是否也能让你感受到那种心灵的共鸣呢？不过，这里也有一点幽默的地方。想象一下。 如果这位小歌手的声音其实是像某位朋友的卡拉 OK 表演一样五音不全，那么这句话就变成了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赞美了。或许在某些场合，这句话可以用来安慰那些在聚会上唱歌的朋友，让他们相信自己其实是天籁之音的化身。最后，这句话也提醒我们，音乐和声音在生活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小歌手的歌声，还是生活中的点滴音符，都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元素。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音乐是灵魂的语言。 所以，无论你的小歌手是谁，记得珍惜那份美好，并且不妨在心中默默为他们打个分，看看他们是否真的如天籁般动听。总之，这句话不仅是对某个人的赞美，更是一种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歌手，并在生活的旋律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天籁之音。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那你就是我的小听众，永远支持我。哈哈。 听到那你就是我的小听众，永远支持我这句话，我不禁想起了古代的讲故事者和现代的播客主持人之间的奇妙联系。在古代，故事讲述者常常聚集在市集或篝火旁，吸引着一群听众。他们用生动的语言和夸张的动作来传达故事的情感，听众们则像小鸟一样睁大眼睛，聚精会神的倾听。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有社交媒体，讲故事的人可能会在每个故事结束时说：“感谢我的小听众们，别忘了点赞和分享哦。”而在现代， 播客和网络直播的兴起，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讲故事的人。无论是分享个人经历、讨论社会热点，还是讲述历史趣闻，听众们依然是我们创作的动力。就像那句“你就是我的小听众，永远支持我”，这不仅是对听众的感谢，更是一种情感的连接。有趣的是，古代的听众和现代的听众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古人听故事时，常常会参与其中，时不时发出哇“哇哦”的感叹，甚至会和讲述者互动。而今天的听众则通过评论。 点赞和分享来表达他们的支持和共鸣，可以说听众的参与感从未改变，只是形式变了而已。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某位播客主持人说你就是我的小听众，永远支持我时，不妨想象一下，或许在几千年前的某个篝火旁，讲故事的人也在对着一群小听众满怀激情地讲述着他的故事。毕竟，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故事的力量和听众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第二章小细节大温暖。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小细节往往蕴藏着大温暖。就像一杯热腾腾的咖啡，虽然只是日常的饮品，但在寒冷的冬日里，它却能瞬间驱散你的寒意，温暖你的心灵。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小细节如何带来大温暖的故事和见解。首先，让我们回到古代，想象一下，在中国古代的某个小村庄里。 村民们在冬天的晚上围坐在火炉旁，分享着各自的故事。突然，一个小女孩走进来，手里捧着一碗热汤，微笑着递给了一个刚刚回家的老爷爷。这个简单的举动，虽然只是一个小细节，却让整个房间都充满了温暖。老爷爷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仿佛那碗汤不仅温暖了他的身体，更温暖了他的心灵。再来看看现代社会，我们常常忙于工作，忽略了身边的小细节。有一次，我在咖啡店里。 看到一位年轻的女士在排队时，突然转身对后面的人说：“你先吧，我知道你很忙。”这句话虽然简单，却让后面的人感到了一种温暖的关怀。我们常常低估了语言的力量，然而一句简单的“你先”就能让人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当然，细节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我们也可以从环境中找到温暖。比如，在某个寒冷的早晨，你走进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一杯热咖啡和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早安，祝你今天愉快。” 这小小的举动，仿佛在告诉你，嘿，我在乎你。这样的细节能让你的一整天都充满动力。最后，我想说的是，生活中的小细节就像是调味品，虽然量少，却能让整道菜肴的味道大大提升。无论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还是一杯热汤，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实际上都在悄悄地传递着温暖。所以，下次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小细节时，不妨停下来感受一下它们带来的温暖。也许你会发现，正是这些小细节。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记住，温暖不一定要轰轰烈烈，有时候它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事里。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哎，你知道吗？你为我泡茶的样子特别温柔。当然可以。这句话“你为我泡茶的样子特别温柔”不仅仅是对一个简单动作的赞美，更是蕴含了深厚的人际关系和文化内涵。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个有趣的表达。首先，泡茶在许多文化中都是一种仪式，无论是中国的茶道还是英国的下午茶，泡茶的过程都不仅仅是为了饮用，更是传递情感和建立联系的方式。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一个人专注的为你泡茶，手法娴熟，神情专注，那种温柔的感觉就像是他们在用心对待你，仿佛每一片茶叶都在诉说着他们的关心。再者，这句话也可以引申到生活中的小细节。 我们常常忽视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常行为，但正是这些小动作构成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比如，想象一下一个人在寒冷的冬天为你泡一杯热茶，茶香四溢，温暖的气息弥漫开来，那一刻的温柔感受，简直可以让人忘却所有烦恼。当然，作为一位教授，我也不能不提到幽默的部分。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泡茶时不小心把茶叶洒了一地，或者茶壶的水温过高，结果茶水四溅，那种温柔的形象瞬间就会变得有些滑稽。 或许你会被调侃为茶艺大师，只不过是个茶水飞溅的艺术家。这也提醒我们，生活中即使是温柔的瞬间，也可能会被意外的幽默打破，给我们带来欢笑。最后，这句话也可以引发我们对温柔这个词的思考。在现代社会中，温柔常常被视为一种柔弱的表现，但实际上，温柔是一种力量。它需要耐心、细心和对他人的关怀。正如泡茶一样，温柔的行为能够在不经意间温暖他人的心灵。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有人为你泡茶时，不妨好好享受那份温柔，同时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茶水洒了一地，那又会是怎样一幅有趣的画面呢？生活就是这样，温柔与幽默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丰富多彩。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那我以后天天为你泡茶，让你暖心。在这句那我以后天天为你泡茶，让你暖心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温暖而细腻的情感表达。泡茶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实际上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和情感内涵。首先，泡茶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饮用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艺术和社交方式。古人云，茶乃心之所向。泡茶的过程就像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水温、茶叶、时间的把控，都是在传递一种关心和体贴。想象一下，泡茶时那一缕缕袅袅的茶香，仿佛在说，我在这里，愿意为你付出。 而暖心这个词更是让人感到温暖，它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温暖，更是心理上的慰藉。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能够有人愿意为你泡茶，意味着他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关心你，去理解你。这种情感的投入，正是我们在忙碌生活中所渴望的。当然，泡茶的过程也可以是充满幽默的。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人泡茶的技术不太好，茶叶放多了，结果泡出来的茶像是浓缩咖啡，那可真是暖心变成了暖胃了。 或者茶水洒了一地，变成了茶水大战，那场面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在历史上，茶文化也有许多有趣的故事，例如唐代的陆羽被誉为茶圣，他不仅研究茶的种植和泡制，还写下了《茶经》。传说他为了寻找最好的茶叶，曾经走遍大江南北，甚至在山中与茶树对话，结果茶树被他的热情感染，纷纷长出更好的茶叶。想象一下陆羽与茶树的对话，简直可以拍成一部《茶树与我》的浪漫喜剧。总之，那我以后天天为你泡茶。 让你暖心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承诺，它承载着文化、情感和幽默。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找到这样一个愿意为自己泡茶的人，或者自己成为那样的人，把温暖和快乐传递给身边的人。毕竟，生活就像一壶茶，苦涩与甘甜都是我们共同品味的滋味。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哎，你就是我的小茶艺师，温暖又贴心。哈哈。 听到这句“你就是我的小茶艺师”，温暖又贴心，我不禁想起了古代文人雅士们在茶馆中吟诗作对的情景。茶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和哲学。首先，茶艺师的角色可谓是温暖又贴心的化身。想象一下，在一个寒冷的冬日，茶艺师轻轻的为你泡上一壶热腾腾的茶，茶香四溢，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温暖的气息包围。此时此刻，茶不仅仅是饮品，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正如古人所说。 一壶浊酒竹清风，在茶的陪伴下，烦恼似乎都被驱散了。而你就是我的小茶艺师，这句话似乎也暗示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就像在古代，文人们常常在茶馆中交流思想，分享生活的点滴。茶艺师不仅仅是泡茶的人，更是倾听者和分享者。无论是生活中的琐事，还是心灵深处的秘密，茶艺师总能用一杯茶来温暖彼此的心灵。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曾经有位年轻的茶艺师，因其泡茶技艺高超而受到众人的喜爱。 有一天，他在茶馆里遇到了一位老者，老者一脸愁苦，似乎有心事。年轻的茶艺师便主动为他泡了一壶茶，边泡边问老爷子，你有什么烦恼吗？老者叹了口气，我年轻时也曾是个茶艺师，但现在只剩下这把年纪，茶也泡不动了。年轻的茶艺师微微一笑，递上茶杯，没关系，老爷子，您可以教我泡茶的故事，我来为您泡茶。老者一愣，随即笑了，二人便在茶香中聊起了往事，温暖的气氛让人忘却了烦恼。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茶不仅仅是饮品，它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无论是作为小茶艺师的你，还是作为茶客的我，彼此之间的温暖与贴心，正是生活中最美好的调味品。下次在喝茶时，不妨想想这段故事，或许会让你对茶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那你就是我的小品味家，懂得我的心。B。 那你就是我的小品味家，懂得我的心。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从一部浪漫喜剧中脱颖而出的台词，却也反映了人际关系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品味的共鸣。首先，让我们来探讨“小品味家”这个角色。这个词汇听起来既可爱又有趣。庞佛是一位专业的品味顾问，专门为他人提供生活中的美学建议。想象一下，这位小品味家可能会在咖啡馆里对着一杯拿铁，认真的分析泡沫的艺术，或者在书店里对着一本封面设计精美的书，感慨万千。这样的人。 无疑是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而懂得我的心，则是另一个有趣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对品味的认同，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当我们找到一个能够理解我们内心深处渴望的人时，这种连结就像是找到了一个灵魂伴侣。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色彩和情感，但却从未有人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意图。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评论家，这位评论家不仅欣赏他的作品，还能够深入剖析每一笔每一色的背后故事。 艺术家感慨的说，你就是我的小品味家，懂得我的心。从此，他们成为了挚友，并共同举办了多场展览，让更多人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这句话的幽默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对品味的赞美，更是一种对彼此理解的调侃。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位小品味家，生活会变得多么有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哪种咖啡最能代表我们的灵魂，或者哪本书最能引发我们的共鸣。这样的交流不仅能增进彼此的了解，还能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小品味家和懂得我的心这两个概念，让我们看到了人际关系中的美好与幽默。无论是在艺术、音乐，还是生活的其他方面，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的人，无疑是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之一。希望大家都能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小品味家，并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旅程。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第三章《夜晚的低语：心灵交融》。 在第三章《夜晚的低语，心灵交融》中，我们可以看到夜晚不仅是一个时间段，更是一个充满神秘与情感的舞台。夜晚的低语，仿佛是宇宙在对我们耳语，诉说着那些白天无法表达的情感与思绪。首先，夜晚的宁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空间。想象一下，白天的喧嚣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像是一只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的小虫子。而当夜幕降临，所有的喧嚣都渐渐消退，仿佛一位温柔的母亲将我们包裹在她的怀抱中。此时， 我们的心灵开始与自己对话，甚至与宇宙对话。有人说，夜晚是灵魂的舞台，星星是我们的观众，而月亮则是那位神秘的导演。在这个章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融。夜晚的低语常常是情侣之间最美好的时刻。想象一下，两个人在星空下手牵手，分享着彼此的梦想与秘密。此时，言语似乎变得多余，心灵的共鸣才是最动人的旋律。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在夜晚的低语中，爱是最真实的语言。 当然，夜晚也可能带来一些幽默的插曲，比如那位在浪漫气氛中突然打了个喷嚏的男士，瞬间打破了气氛，仿佛是宇宙在调皮的插话。此外，夜晚的低语也可以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想象一下，坐在湖边，听着水波轻轻拍打岸边的声音，仿佛在倾听大自然的心跳。此时，所有的烦恼似乎都被夜风带走，留下的只有宁静与和谐。有人甚至会在这样的夜晚灵感迸发，创作出动人的诗篇或音乐。正如一位作家所说。 夜晚是创作的最佳时机，因为那时灵感像星星一样闪烁。总之，第三章夜晚的低语，心灵交融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夜晚的神秘与美好，更提醒我们珍惜那些与自己、与他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毕竟，夜晚的低语是我们心灵深处最真实的声音，而在这声音中，或许藏着我们一生的智慧与幽默。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哎，你知道吗？ 你的手心是我最爱的温度。哈哈，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某部浪漫电影中的台词，对吧？但其实它背后蕴含的情感和意义，却可以引发我们对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的深思。首先，手心的温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手心的温度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当我们感到紧张或焦虑时，手心可能会变得冰冷；而当我们感到放松或幸福时，手心则会变得温暖。因此， 这句话不仅仅是在表达对某人的喜爱，更是在传达一种情感的连结和亲密感。再者，这句话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在古代，有一位王子爱上了一位平民女孩。每当他们约会时，王子总是小心翼翼的握着女孩的手，因为他知道她的手心是那么温暖，能让她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于是，王子决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意，并且在每次约会结束时，总会轻声说：“你的手心是我最爱的温度。”这句话不仅让女孩心花怒放。 也让王子在心中明白，爱情的温度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最后这句话也提醒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小细节可以增进彼此的情感，无论是握手、拥抱，还是简单的触碰，这些都能传递出温暖和关怀。就像一杯热巧克力，虽然简单，但却能在寒冷的冬天带来无比的温暖。所以，下次当你握住某人的手时，不妨想想这句话，并试着用你的手心去传递那份温暖和爱意。毕竟，爱情的温度往往就在我们的手心之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那我每天都握着你，让你感受温暖。这句话，那我每天都握着你，让你感受温暖，听起来像是某部浪漫电影中的台词，或者是情侣之间甜蜜的对话。不过，让我们从更深层的角度来分析这句话，并且加点幽默。首先，握手在不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意义。在西方，握手通常是见面时的问候；而在东方，握手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尊重的表现。想象一下。 如果这句话是在一个商业会议上说的，那么会不会让人感到有点尴尬？那我每天都握着你，让你感受温暖，然后大家都在想，这是要签合同还是要签情书？再者，这句话也可以引申到人际关系的温暖。握手不仅仅是肢体接触，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心理学研究表明，身体接触可以释放催产素，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幸福和亲密的荷尔蒙。所以，当你握住某人的手时，实际上是在给他们一剂幸福药。不过，这也要看对方的反应。 如果他们开始用力抽回手，那么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你的幸福药是不是过量了。最后，这句话也可以引发一些有趣的想象：如果每天都握着某人的手，那么这个人会不会变得过于依赖你？想象一下，某天你不小心放开了手，他们会不会惊慌失措，像是失去了 GPS 导航一样？喂，你去哪了？我需要你的温暖。总之，这句话不仅仅是表达了一种情感的连结，也引发了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思考。握手的背后。 藏着的是我们对彼此的关心和支持。当然，记得在握手的时候保持手的干净和干爽，这样才能让对方真正感受到那份温暖，而不是一种手滑的尴尬。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哎，你的手让我觉得特别安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手不仅仅是我们用来做事情的工具，它们还承载着情感、记忆和连接。你提到的这句话，哎，你的手让我觉得特别安心。 其实蕴含了深厚的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的内涵。首先，手是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重要媒介。想象一下，当你和朋友一起走在街上，突然感到不安，朋友轻轻握住你的手，那一瞬间，所有的焦虑似乎都被那温暖的触感所驱散。这种感觉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安慰，更是心理上的支持。研究表明，身体接触可以释放催产素，这种被称为爱情荷尔蒙的物质，能够增强信任感和安全感。再者，手的触感在不同文化中也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在某些文化中，握手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而在其他文化中，拥抱或亲吻手则是表达尊重和亲密的方式。无论是哪种方式，手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无声的承诺：我在这里，你并不孤单。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他在研究人际关系时，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进行心理治疗时，患者在谈论自己最脆弱的时刻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握住治疗师的手。于是，他决定进行一项实验。 看看这种行为是否真的能增强治疗效果。结果发现，握手的患者在治疗后感到的安心感和信任感显著高于没有握手的患者。于是他在研究报告中幽默的写道：“看来手不仅是心灵的窗户，还是治疗的钥匙。所以，当你听到哎，你的手让我觉得特别安心时，不妨想象一下那双手背后所承载的情感和故事。他们不仅仅是身体的一部分，更是我们与他人连接的桥梁，是我们在这个复杂世界中寻找安全感的港湾。记住。” 下一次，当你握住某人的手时，可能你正在为他们的心灵提供一份无价的安慰。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那我就是你的温暖源，永远陪伴你。当我们听到“那我就是你的温暖源，永远陪伴你”这句话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温暖的画面：一个人坐在壁炉旁，手中捧着热巧克力，身边有一只毛茸茸的狗狗，或者是一位挚友在寒冷的冬夜里为你披上一件厚厚的外套。 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情感的表达，更是对人际关系中支持与陪伴的深刻理解。在古代，温暖的源头往往来自于火焰。想象一下，早期人类围着篝火，分享食物和故事，这不仅是生理上的需求，更是心理上的慰藉。火焰的温暖让人们感到安全，并促进了社交互动。这就像今天的我们，无论是与朋友聚会，还是与家人共度时光，都是在寻找那份心灵的温暖。而在现代社会，这种温暖源的角色可以是多样的，它可以是你的伴侣。 朋友，甚至是一只宠物，想想看，当你回到家，看到那只摇着尾巴的狗狗，瞬间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这就是温暖源的魔力。有趣的是，这句话也可以引申到科技的发展上。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我们甚至可以用语音助手来调整室内的温度，让家里变得更加舒适。想象一下，你回到家，对着智能音箱说：“嘿，让我感觉到温暖。”然后它就开始播放你最喜欢的音乐，调整灯光，甚至煮一杯热茶。这样的科技。 无疑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温暖源。然而，真正的温暖源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舒适，更是情感上的支持。就像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所说的，知识的传递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更是心灵的碰撞。当我们在学习中互相支持、鼓励时，那种温暖的感觉才是真正的陪伴。所以，当你听到那我就是你的温暖源，永远陪伴你时，不妨想想这句话背后的深意。它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无论是朋友、家人，还是那些在生活中给予我们支持的存在。 因为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真正的温暖源往往来自于彼此的关心与陪伴。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探索了关于星空下的情话、生活中的小细节、夜晚的低语，以及他们如何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温暖。我们不仅仅讨论了浪漫的表达，还深入挖掘了情感的哲理和文化的内涵。 在第一章中，我们感受到了星空的魅力和情话的力量，它们让人们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彼此的心灵共鸣。接着，我们转向了生活中的小细节，发现那些微小的举动能够带来巨大的温暖。而在夜晚的低语中，我们又找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心灵交融的美好瞬间。通过这些讨论，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真正的温暖往往藏在那些细微的瞬间与情感的交流中。 正如一杯热茶的温暖可以驱散寒冷，一句简单的赞美也能让心灵感到宁静与安慰。在结束之前，我想用幽默的方式提醒大家：生活不仅仅是严肃的哲学探讨，更多时候，它也是一场充满欢笑的旅程。当我们在星空下互诉衷肠时，也许不妨想想那位紧张的用星座比喻爱情的男孩；当我们在夜晚低语时，或许会被意外的喷嚏打断，制造出一阵欢笑。生活的美好，正是在于这些意外的幽默与温暖。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在你们的生活中，是否也有那些让你感到温暖的瞬间或者幽默的故事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美好的夜晚继续交流和探讨。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 diversify your gains play you <laughs>